戏灵巧，威震分金，过山梯。翻山填海术，分山掘子井，不求寻名器，只为木尘珠。人点烛，鬼吹灯，鸡鸣灯灭不孤寂。翻山填海术，分山掘子井，不求寻名器，只为木尘珠。这是明月石，传说中逆天改命的神物，曾被张良觅得，但从此再无音讯。如今现身此处，真的也太邪乎了！蜡烛都还没点，就诈尸了。翻山道人谢立阳，摸金校尉老胡，你们怎么不接着我点儿？尔等蝼蚁，岂敢踏入我的大殿？为了儿子胡天能彻底摆脱精绝女王的诅咒，胡八一等人再次踏上了探墓之旅，却从此再无音讯。魔金一族能否冲破精绝诅咒的宿命，这还得从胡天踏上寻父之旅前的某一天说起。你可算醒了，昨晚晕倒在我家门口。先不要想了，来，帮我把那半瓶汽水给那个小屁孩拿过去。小屁孩，不，给你。找我？我好像不欠谁钱啊。来，我可是去……那就不要想了，我该开。你这样不合适吧？哎，但愿找我不是什么坏事。那今天你就跟着我一起开工吧。不怎么样，你看着，我去吃口饭。你眼瞎了？那喷个漆怎么？哎，耍横啊！刮了车想赖是怎么着？欠揍啊！哎，算了算了，万叔，刮了人家新车。叔，小叔小叔，下雨的云彩来了。这次来的家伙仗势不小，身边带着保镖，一看就是有钱的主。你找老猫？先对上暗号再说。呀，生意来了。行，我知道，你回去告诉胡天，让他稳住。
欧，哎，雷兄，看来你是看胡天，快你妹，给我砸！嘿，孩子，嘿，嘿，嘿，呀呀，嘿，孩子，住手！拿着，胡天，住手！哎，哥，听你这话是有好事了？当然是真的，我爱。没问题，老胡教过我一点分金定穴的本事，地图给我，我看看。雷力哥，哎呀，我也好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卖了去，看看值多少钱。站住！你孙教不是你天地天地，咱先不管他的什么来头，不过他说的这霸王冢应该是个大墓，里面肯定有很多宝贝。那什么美女，我跟你去。武宁村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，相传每年极阴之日，山中风声凄厉，犹如鼓曲。乐曲奏响之时，鬼将将带走村中幼童。不知道。装什么高冷？你就是的，你是孙教授，你说的霸王冢在哪儿啊？还有我父母的线索呢？霸王冢还叫你父母？我也只是学了些皮毛而已。试试吧，我先看看这里的地形。盘龙绕柱藏风水，乾坤倒悬玉飞天。有了。怎么样，发现什么了？这古宁村里的雕像呈 Z 字形排布，周围有江水缠绕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正是盘龙绕柱。盘龙绕柱，我也不太确定，地图给我看看。寻龙脉定极穴，寻龙脉定极穴，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势一重关，关门若有千重险，定有王侯居此间。寻龙分金看缠山。嚯、哦！瓢虫。看来这我只是学到有了。那是当然，我爸名震江湖，靠的就是那本命术。冰伦，我之前和你说的那，我只在别人那里听说16字阴阳风水秘术藏在上六座鬼市，其他的线索就没有了。上六座鬼市，正好明天就是上六座鬼市开放的日子，你去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带胡天他们一起。你们要去上六座鬼？瞧你那点出息，怎么上六座鬼市还能吃了你似的？胡天，我都收拾好了，明天就是上六座鬼市开放的日子，我们出发吧。
对了，冰轮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记下了。上六座鬼。别影响我做，快走吧。不知道，有些东西只有你能找到。子时豆宝楼。是。喂喂喂！连莫言我都不认得。弟兄们，先给他长长眼。哎不好意思啊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